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鸥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市场上非常火爆的暴打柠檬茶。那它的成本呢也非常低，而且非常好喝。让我们开始进入制作环节。这里选用了广东的香水柠檬，它香气非常足。现在用的是秋天的果子，所以它个头比较小。不同的季节呢，果子大小及皮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将刚切好的柠檬片，然后放入到雪克杯中，大概八片。如果喜欢酸的，也可以加两片青柠檬，再加冰块，加3到5颗就可以了。然后用柠檬锤用力的捶打15到20下。我们倒入定制的250毫升的蜜润红茶，再加入50毫升的果糖，用长八分勺搅拌一下，最后加入冰块到700的刻度线。我们将它用力的雪克，大概10下到15下。最后倒入杯子中。最后再加入柠檬片，做一个装饰。那这款产品就做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咯。想了解更多茶饮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光货，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蒲公堡茶饮学堂，记得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